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先提醒各位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地板上有这个橘色的线，里面是我表演的安全范围，所以待会我在表演的过程中，千万不可以轻易的跨越进来，不然我会有危险，你可能也会有危险。那除此之外，在这边还要跟大家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希望大家可以协助我，就是待会如果你看到觉得非常精彩、非常觉得厉害的地方，千万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来点尖叫声，OK吗？哦。
好，在这边我可以先听一下大家的掌声在哪里。上面的朋友，上面的朋友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我的表演即将开始了，谢谢你们。
Yeah.